嗨，屏幕前的你，我叫江浩，00后，来自铁岭街区学院。没错，就是宇宙尽头的那个铁岭。2022年11月16日，我随中国代表团远赴奥地利，参加了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工业控制项目的比赛。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，我凭借着软硬件的完美结合，站上了世界技能大赛的最高领奖台。所以，想听听我的故事吗？从比赛开始到最终夺得世界冠军，我用了17个半小时。但这背后是我7年来日以继夜的反复训练，夏日的汗流浃背，冬训的寒风凛冽，坚定了为国家赢、为母亲赢、为母校赢的信心。对了，还想和你聊聊我的技能偶像，你们知道文墨精度吗？它是大国工匠方文墨所创造的，他是一位扎根一线、用双手打磨歼15的东北汉子。他的事迹感染了我，让我知道了技能也能成才，技能更能爆锅。以梦为马，不负韶华，青年向上，理想当然。